明叔这孩子七岁入府，虽然我与你母亲将他视如己出，你们也姐姐弟弟的患者，但终归有一点，明叔与我们并非血缘之亲，所以你们之间无论是为姐弟还是为夫妻，只要两情相悦，真心以待，我与你母亲都乐见其成。阿姐人呢？阿姐现在人在哪里啊？回公子的话，白公子递了帖子进来，约小姐游湖，小姐却赴约了。温柔吻过眷恋红尘。舒儿相比于幼时的皮猴模样，倒是恬静了许多。那日在温府见到的是温家公子，不知舒儿与他关系如何？他叫温时运，算是我的弟弟，我在温家他很照顾我。这样啊。白景堂，你我幼时的婚约可还作数吗？父母之命自是作数，只是那我们完婚吧。这明姑娘，其实我好啊。